好，鸿海日前公告呢，今天将进行每股5.3元股息的除息交易，那么还要在28号发放现金股利。那么鸿海股东会议已经通过了，这一次将发出大约是734.74亿元的现金股息。那么创办人郭台铭呢，目前的持股大约是17.42亿股，那预估啊将有高达92.32亿的股息入袋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